前男友又怎么了？他是到杭州之后的话，我看他的朋友圈晒的是跟一个男的在那边吃饭，问了他之后，他说怎么了，我前男友，你只能你跟你前女友的话聊天，我不能跟他吃饭嘛。但是我跟我前女友是没有见面的，他结婚之后的话，我跟他的是没有见过面的。你可以跟你前女友联系，为什么我不能跟我前男友联系？而且我到杭州工作，他也在杭州工作，我们俩见个面吃个饭又怎么关系呢？啊，你说的都对，所以每次争吵的话，都你都有你的理由，你也有你的理由啊。啊，都是我的错，行了吧？就打算要结婚了，怎么女孩子？我看资料，南京吗？对。怎么不待在南京，要去杭州发展呢？那是因为我俩之后在他的那个创业的上面又有一个很大的矛盾。什么矛盾？还是跟他前女友有关。啊，因为我之前给他垫不起了一个名字，他不同意嘛，然后他又去问他前女友，然后他跟他前女友和他的合伙人弄了一个群，他语音视频聊天，最后这个店铺的名字还是他前女友起的，我更生气，心里有根刺儿。因为我的前女友的话，跟我的合伙人，我那个兄弟的话，认识很长时间了，他刚好是做跟餐饮有关的一个 APP， 然后我朋友的话把他拉到这个里面去听取了一些意见，但是我其实平时的话对他的意见还是比较听的。而且也跟他聊的比较多，因为开这个火锅店的话，就是因为为他去开的。他比较喜欢吃辣，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是不能吃辣的，但是被他带了以后比较吃辣，他比较喜欢吃串。哦，你们原本的婚后的规划是怎样的？生活规划？是先办一个婚礼啊，然后再旅行结婚答谢宴，然后再去创业，一起弄。哦，一起创业是吧？对对对。等于现在这一脚什么都不干了哈。对啊。愿意他参与到你们的这个火锅店里吗？这个我是一直希望他参与的，但是他的话基本上就是给了我很多的意见，但是基本上很少花这个时间到我店里面去。啊，那是不是因为我给你的建议你不听嘛？然后我还去那干嘛呢？您都建议过一些什么他们没听？就是我跟他的合伙人的女朋友也认识，然后有一次我去他们店里面就是吃饭，然后我看到他的合伙人的女朋友也在店里面当收银员了，然后我就看他们动用店铺里面的那个收银机里面的钱去买烟买酒还买奶茶，然后我跟他说一下，他也不以为然，还帮他的合伙人解释很多。买奶茶的话你不也喝了吗？对啊，我是喝了呀。那每次你在的时候的话，买的东西你也没少，而且在那边去做的时候，我也不是傻子，你当我是弱智吗？其实我们在合伙的过程中的话，他的一些支出的话，这些我都是能看到的，而且都会在晚上事后的话都会在群里面去讲，账本上面都是有的。你一直去提，一直去提，那我肯定是不能理解。可是因为你这个店铺是为了我们两个未来去规划的，我提意见是理所当然的呢。可是所有的一切，我感觉你根本就没有让我去参与，为什么让你们三个人参与而不听我的意见呢？主持人就说那个装监控的是吧？我们后来最大的矛盾也是一个监控的问题。哦。就是我跟他提意见，我让他在店铺里面对收银员装个监控，因为不管是不是自己合伙人的女朋友，哪怕是一个员工的话，你装个监控都是对自己金钱方面有一个保障，对吧？结果他还是不听我的，我怎么点他他都不理我。监控的话后来不是装了吗？可是在我去了杭州生了很大的气之后你才装的，不是在我走之前。那一个店的话他都是一步一步来的，怎么可能一下子你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就可以了呢？对吧？后来的话都装了呀。可是我所有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呀，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呀。嗯，哎，他去杭州你没去找他呀？他到杭州去的话我跟他联系他基本上都不理我，我联系他的话他都是呵呵，然后都是在吵架，我们两个人基本上就等于在冷战。哦，三个月了是吗？对。教育孩子一定要讲究方法，12岁到18岁的孩子给他看这10本书，他会越来越棒，他会放下手机，不再拖延，不再叛逆，结果超出你的想象。第一本，你不努力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第二本，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的自己。第三本，余生很贵，请勿浪费。第四本，别在吃苦的年纪选择安逸。第五本，你的努力终将成就更好的自己。第六本，别在该动脑子的时候动感情。第七本，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第八本，再见了吧，拖延症。第九本，别让生活耗尽你的美好。给孩子一个机会吧，你的礼物让孩子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